写挺多呀，这不错不错。你说，干嘛呀？三百八十九都对，对对的，三百八十九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真行！哇，真行！给点掌声，这太厉害了！我，哎，好好好好，来，虽不明，然决力。啥？什么意思？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你虽然写了这么多，我都看不懂，但是我觉得你太厉害了。他真的太厉害了。陈老师都说了，这道题呢，只有他能解出来，别人都解不出来。哎，我跟你说，那就是陈奇怪太弱了，我不会。这不有人会吗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你们知道吗？谁呀？谁呀？我介绍给你吧。他，哎，对了，表哥。 我坐哪儿？你们耳朵都听什么？他都喊我哥了。那个，我给大家隆重介绍啊，这个呢是我表弟林磊，天才熊猫一枚，是从福建来的插班生，以后高三呢就跟我们一块儿学习。老师来了，都干什么呢？啊，都不好好上自习干嘛呢？都学会了是吗？ 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个是林磊，我表弟，福建来的插班生。咱们刚才在校门口都见过了。你看，你刚才写的题写了这么多，虽然我都看不懂，但我就是觉得他特别厉害。回座位，林磊跟我到前面来。来，跟老师走。看这儿吧。上课之前呢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，他叫林磊，是福建来的插班生。 高三呢，会和大家一起并肩作战。林磊，自我介绍一下吧，面对同学。林磊，我表弟，学霸一枚。 天才熊猫一枚，比人不才。天才熊猫的哥哥，天才大熊猫。<笑>行了，我们别起哄了，赶紧坐下。再起哄出去啊！说吧。没事。大家好，我叫林磊儿。没了。 没了。笑什么笑？有什么好笑的？什么呢？你去那边那个座位坐吧。过去吧。今天呢是第一天开学，不上课，考试。啊！哎哎，不是老师，你第一天就考试，考什么试啊？就是啊，老师，考试不应该提前准备吗？ 想要考试局部战斗，高考是全面战役啊！你上战场，敌人会管你们准备准备好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以为这只是一次模拟考，这次考试的规格全部都按高考来，语、数、外三门加上理综，一共考四门，分两天考完。理综，听我说，我还没说完呢，当然不知道是什么了。 对，理化生三门合并在一起，第二天下午考。这次考试的成绩啊，将作为你们分班的依据。年级的前三十名进入冲刺班，目标是清北；最后三十名进入基础班，目标保本。我希望你们都提起精神来，给我好好考，明白吗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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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快。好，来，来，来，报个忙。
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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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哎，不过没关系，第一次嘛，难免的紧张，老师也不会怪你。放心吧，有你哥在呢啊，来，没事，不急。好嘞，有你在，永远垫底儿哈，放心。走。 你看这三班的季洋洋啊，整到作文题，给我空在这儿。50分，50分一下就没了。你好歹写两字啊，还在这画画呢。你看，画倒挺不错的。我跟你说啊，这高三了，这弦还这么松，我觉得得让这些孩子去基础班好好上上弦。嗯，哎，那个李老师，你说到这个基础班啊，嗯，我呢还有几点不太明白啊。您说。 还有一年，他们就要高考了，对吧？你说这时候你突然间的分了个班，你说这学生的家长，他们肯定会有意见啊。到时候如果他们要是来到了学校，说咱们这个师资的分配不均衡，你说咱都没法解释啊，这怎么解释得清楚啊？你说这个事情，对吧？林吉老师，这个你不用担心，到时候如果家长真的来找了，我们会跟家长解释清楚的。即使孩子要是去了这个基础班。 那我们基础班也不差呀，老师也是很优秀的，没关系，这也不用担心。好，小苏，你看这几说，突出重点促改革这块，把市属企业和这个经营性事业单位区分开，给有多少家完成脱钩改革，一定要写详细，好吧？好的，局长，那我再改一下。好，哎，改完了再给我看一下啊。好的，谢谢您，局长，那我先出去了。哎。 喂，贺姐啊，你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来了？是这样，我和你姐啊想抽一天时间去你车厂看看。那你这是对我车厂感兴趣了？哎，也不瞒你了，我们呀又和洋洋闹不愉快了。是因为那天开车的事儿是吗？对，自从我们回来以后，洋洋见到我们就像见到仇人一样。 我们也挺愁的，都和你姐商量过了。我们走这几年，作为父母是不称职的，也不知道孩子的喜好。我们想接触接触洋洋的兴趣爱好，以后也好跟他沟通。行，我觉得
这个想法不错，提议也不赖。反正这样，我呢也没事儿，就在车厂呢。你们空了呀，你们就过来，我给你发一定位。 姐，我觉得Jenny她就是故意在整你。你说你一来，她就给你派这么多的活儿，也不知道她哪儿找的。你上个礼拜没来，公司也没什么大事儿啊。没事，你给我累得分好了。哦，分好了。姐，我那天听见 Jenny 跟 Roger 告状来着。告谁的状？告你的状。 告我状？对，告什么状？姐，这事儿真不是我八卦，我就是没想到他会那么说你。他说你这阵子上班就是爱来不来，电话办公、微信办公，这也就算了。给你发微信，你半天都不回。他说老板，平常您给我发微信，我可都是秒回呀。这是咱作为员工最基本的素质。咱们部门能有小事吗？财务无小事。他说。 像你这么重要的岗位，就不适合像你这种有家有孩子还凡事都搞不定的家庭妇女。我哪点搞不定了？他胡说什么呢？我是家庭妇女吗？哎，我有家有孩子怎么了？国家哪条法律规定有家有孩子的不能在公司中胜任重要的工作？哪条法律规定的呀？他是没家没孩子呀。对呀，他42了，他连男朋友都没有吧？咱背后说过他什么吗？从来没说过吧。 你爱结婚不结婚，那是你的自由，千万别拿别人的私生活攻击他的工作。没本事的人才这么干呢。他说他平常他不是也报什么瑜伽班啊，对呀，他报什么辟谷瑜伽禅修的，对啊，请多少天假？有一次请了20多天假，不都是我替他扛的这些工作？就是我说过什么呀？我就请几天假怎么了？像他这种人啊，他就适合一个人办公，在领导面前最好在领导面前开一个庙，在庙里办公。 怎么了这是？一回来就发这么大脾气啊？这没有，就是被家里气着了。你说我也是，这本来一个儿子就够难搞的了，现在还来个外甥，我真搞不定。你说我这是家里搞不定，公司搞不定。像咱这么重要的岗位，就不适合我这种有家有孩子的家庭妇女，真是头疼。家里这点事儿啊，没完没了了。行了啊。 别把家里这负面情绪带到工作中来。是，你别说，姐，你还真挺羡慕你的，一个人真好。哎，没事，别紧张。结了婚也千万别生孩子，吃饱了撑的跟自己过不去。你赶紧收拾收拾吧 ，Roger， 让咱们过去一趟。好。哎，谢谢啊，这么多天这些事儿都替我干了，还在 Roger 面前替我美言，感谢啊。改天请你吃饭。好啊，不过得等哪天你这大忙人有时间呢。好，好。 听见最好，怕他听不见。今天的学校考试结束，老师再见。我是白白。大肖怎么样？全抄你的。赶超了。桃子，最后一道选择题你选什么呀？我还想问你呢。 你题几科？我最想问你的。哎，洋洋，你考的怎么样？不知道，无所谓。来，我给你弄一下。哎，这题真的太难了，铁棍这名字真不是白来的，铁血山药棍。<笑>哎，范一凡。怎么了？你那个最后一道选择题怎么了？我刚刚才说完，最后一道就选 C。 你哪一个不选C啊？我也真是脑子进水了，问你干嘛？不是，你能瞧不起人？那我第一道题就不是选C，我第一道题选的 A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次我考特别好，真的。哎，桃子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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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高三这一年，我给你当好你的护花师。你不是不无聊啊？你先保护好你自己吧。你看看你高二期末考的那点分儿，再来一回，你妈该炸了。哎，英子，英子，要不然我们问他表弟吧。啊，对，问一下，问问对。各位，磊儿，那个选择题最后一道题你选的什么呀？哦，最后一道选择题我选的是 C。你看看，我就说这 C。你看，哎，真的，我这次考特别好，行，你慢慢对吧。你这就是八百年好不容易蒙对一次，你还在那嘚瑟。哎，大雄，走，回家。哎，老师再见啊！干嘛去啊？不是，那个不考完试了吗？走了，放学了。啊，先回去，我还没说放学呢。啊，都回去坐好，来，外边同学都进来，来坐好，我有点事儿说。十分钟。快点儿，快点儿。好好。好，坐好啊！我知道大家考了一天的试都比较辛苦啊，为了不让大家松懈这个学习的劲头，我宣布。从今天开始，学校支持大家上晚自习，这可是专门给咱们高三的福利啊！这算哪门子福利啊？这算福利啊！我算哪门子福利啊？干嘛呀？一片唉声叹气的。我知道这里有很多同学不愿意上这个晚自习啊，所以。晚自习啊是自愿参加的，不强求。学校为了给大家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，专门会有老师过来值班，内容就是针对各科的答疑。今天不是考了语文和数学吗？一会儿就会有老师过来，有不明白的抓紧时间问老师啊。老师，我有问题。你说。您不是说咱们是按高考的规格来吗？但是高考第一天晚上好像没有晚自习吧？对，不是没有晚自习。美什么美啊？今天如果要真是高考啊，你们这里有一大半的人都考不上一本，还在那儿美。我说了啊，不强求，自愿。有要走的现在就可以走。方一凡，你是不是要走呀？你抓点紧。不，我当然不走了，我出去把书拿进来。同学们在这儿，有同学们陪我，我肯定不走。行了，大家开始准备吧啊！一会儿会过来老师，把外面书包啊还有书杆都拿进来，抓点紧。走，大强，快拿书。走，老师你好，这交给你了啊，那我就先走了，有什么事跟我说啊。好，快点啊。太突然了，这我们还约着老师补习呢，怎么还不放学啊？真是的。大家先别急，哎，大家听我说，那个，我爸以前也是这个春风中学的老师，我知道春风中学啊，一直高三都是有这晚自习这么一传统的。而且今天李萌老师啊，在这群里其实通知过的，什么时候是不是？有啊，你看一看，几点发？是吧？四点半，晚是晚了点儿，但是学校也是为孩子好，考完试就通知大家了。这事儿是好事，我们也支持。高考这通知太晚了，我们那不是白来，困了困又不坐班，是啊，我们可是大人，这么干的不着急啊？各位家长，二位家长。您这话不能这么说，咱现在聚着干嘛？不是为孩子吗？您这人一吵吵，就只能传播焦虑，你解决不了问题。再说，你说这宋老师，这学校是吧？学校通知晚了，那是学校的事儿啊。那宋老师也是家长，那跟宋老师什么关系？跟宋老师吵吵什么呀？宋老师，您家离着近，您体谅一下。这些家长是确实离着远，咱们现在就在一块儿多交流、多沟通，就是为了让孩子将来考上好大学，是不是？都别着急，别上火。我给大家出一好主意啊，约辅导的今儿就先取消，没辅导的家要近呢就赶紧先回家，是吧？回家晚上再来，要离着远呢，胡同旁往左，是吧？都是饭馆，你饿了肚子先吃点饭去，右边好多什么桑拿呀、什么按摩的，不行去捏个脚去啊，蒸个桑拿出出汗，你这都散了吧啊，好吧啊，都散了，去捏脚去吧啊，哎，你真能说，刚才那家长呢特别能说。那没你能说呀！哎，你这口才不当老师都可惜了。我这原本计划是当律师的。也行，更好。哎，要不走吧？晚着呢还。到时候让他们出来自己打车回去吧。我到时候见着英子，让他跟凡凡说一声。行。哎，你这在群里边
你知道今儿不用来，你跑这儿干嘛呢？送饭呀，我们家英文饭都是我做的。啊，对对，营养餐啊。就是，哎，还有呢，明天考理综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就知道你不知道。我呀，正好给英子制作了一份复习题。哎，要不一会儿给凡凡一份？他那个也行，让他突击突击。就是，做做呗。你可真是个好老师啊。那是，怎么也是春风中学出来的。妈。哎，来了，来，快，叔叔。哎，英子，快，饭拿走啊，别凉了，赶吃啊。那我先走了啊，拜拜。哎，你回来，回来。明天理综考试的卷子，你一会儿给凡凡一份啊。谢谢妈。那我先，那我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听课去了，拜拜。哎，把汤喝了啊。知道了。还有他，你不走啊？啊？那怎么着？汗蒸去啊！我上超市转转。哎，我正好也要去呢，走一块吧。啊，这补脑啊？反正营养很丰富。核桃什么猪脑子才补脑吗？你以为长得像脑子就补脑啊？那都是谣言，不是已经都辟谣了吗？每天一包，成为更牛的自己。香香。啊，行。嗯，这可以啊，这个啊。一边吃零食一边还励志呢。哎，我去那边看看啊。哎，还有粉色的，粉是什么女孩吃的？刚没说，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什么不起呀？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我怎么能来啊？和你媳妇一起来的吧？没有，跟你媳妇啊，你前媳妇。啊，真的，刚还在这儿呢。你们俩怎么跑一起来逛超市来了？啊，我们俩约的呗。编，那个学校突然加一晚自习，没地儿去，我们俩就一块逛逛超市。真的，你瞧你这流氓样子。买什么了？买这么多零食。哥，巧克力。怎么着，还嫌自己不够胖啊？要说你这人说话就让人不爱听。我40多岁了，我给自己买什么零食啊？这都给英子买了。英子，这不是马上要考试了吗？给孩子补充补充营养。一堆垃圾食品，我都上什么营养啊？哎，方圆，搁咱车里去。哎，这些都不行啊。哎，这怎么就是垃圾食品啊？这都是英子爱吃的进口食品。我去看看那咸菜。这怎么不是垃圾食品啊？不行，我说你这手伸的是不是太长了？这是我的购物车，这里头是我买的食品。你当我跟你抢车呀？那不是最后这都进我闺女的肚子里吗？我不得给她把把关呀？不行就是不行。不是你这把关成绩就行了，人吃什么你把什么关呢？再说了，那不是我闺女吗？还能有毒吗？我能害我自己的闺女吗？那谁知道啊？不是不是，你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？脸都不要了，还要什么面子？简直不可理喻！这还好，这底下压两包，没看见。哎，你是怎么想的？我采访你是，你好脸跑这超市逛什么逛？自己往枪口上撞！我不上这个超市，我去哪儿？你这也没在你们家那边郊区超市逛啊？这不也来这儿了吗？我跟宋倩没离婚，我们俩也没决裂，我为什么不能来这儿逛？这脑子有病！不知道谁脑子有病？哎，你理解我们家是郊区是吗？那可不。啊！哎，方圆，哎，这小米新的，哎，煮粥回去，哦，配一点枣，安神的，养胃还养脾，哦，应该再弄点枸杞，养肾。嗯，你吃点枸杞补补肾。你俩是没决裂哈，还挺亲密，像两口子似的。小东。哎，你脑子里装的什么东西啊？枸杞啊，都是肾吧脑子里。我跟他成什么两口子？我先走了，你跟宋倩说一声，我在门口等他啊。回头把这些东西让他给孩子带回去，我就不上门找骂了啊。拜拜，拜拜。哎，哟，你男朋友呢？嘿，我这得罪谁？你俩一块儿挤的我呀？我男朋友在外边等着你呢。
回来了。嗯。怎么样啊？今天考试考的？还行吧。嗯。自己感觉还可以啊。嗯。那行，那就等成绩吧。啊。嗯。来，妈妈给你看点东西。是什么东西啊？我呀，给你做了一个时间计划表。先看这个。今天不能算了，对吧？从明天开始，算到你高考还剩下278天，合到每科上呢只有46天，也就是一个半月。一个半月要干什么，你知道吗？要把高一到高三所有的知识点都要巩固到滚瓜烂熟，时间还是很紧迫的。还有这个，反正是一点都不能松懈。这是你们学校系统里的成绩动态表，你看啊，英语啊，你比较长项的，基本上一条直线。妈不是特别着急。那这语文，哎呀，语文就是问题了。你看看，最高分91分，最低分82分，差了9分啊。咱们这学期的任务就是把它拉高拉平。哎呀妈，你等我周末有时间咱再细说成不成？我这明天还要考英语跟理综呢。哦，对对对，那行，你先去啊啊，一会儿我给你看一下。哎，英子，那我刚给你送卷子做了吗？做了。好，那一会儿你拿给我啊，我还给你准备了一套，稍微难点，我带你做啊。嗯。哎，英子，又怎么了？你爸给你买的零食在那儿呢。我爸也太好了吧！好什么呀？一半都是垃圾食品，我都挑出去扔垃圾桶里了。妈，你还不如不跟我说呢。大晚上的，别吃零食了，抓紧时间啊！说了多少遍了，孩子们的高三也是我们的高三，我得找停车位呀。那你别这么磨磨唧唧，磨磨唧唧的。我怎么磨磨唧唧？这不是这怎么就成咱们的高三？这不就是孩子的高三？妈妈，哎，哟，全家都来了，串门啊？哦，我们去宋老师那儿。啊，好。哎，你侄子吧？我外甥。早就听说他了，是不是那个学霸？啊，刚转过来的。你好，阿姨好。阿姨加你个微信吧，好不好？来来来来，哎，我扫你啊。嗯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加微信主要是为了你们互相帮助啊。嗯。我们家闺女就是文科特别好，理科特别差。你理科好，她将来有什么不明白的就问你啊。嗯。回头加上啊。好。哎，你去找宋老师补习吗？啊，对，我带两个孩子去找宋谦看看，给把把关。这不，学校都开始分班考了吗？我也是，带他去上补习班。啊，这个点儿了还去上补习班啊？每天2个小时啊，就算明天考试也不能落下，临阵磨枪，不快也光。我告诉你，这个是套课，当初要不是我早早占下，现在想抢都抢不来的。套课是啥意思啊？亲爱的，怎么跟外星人似的？我跟你说啊，现在这个补习班不是你想象那样的，一水的全是好学生。什么清华附、北大附、4中、8中、101，那就是好学生的学术交流，你知不知道？哦，是这样的。哎呦，妈要是光顾跟你说话了，这耽误这么长时间，你怎么不看点时间啊？耽误这么长时间，回头我再跟你说啊。哎，我们先走了啊，快一点。王小爱，这觉得自己妈妈好了吧？是。你也是闲的，还老跟人提问题，你说这女的不神经病吗？啊？不是，爸爸妈的，这至于吗？这是急着忙慌的，怎么不至于啊？方圆，你看人家都已经草木皆兵了，我们才在这儿刚开始打听，你就别再佛系了，还至于吗？我说至于，是至于，赶紧吧，别佛系了，赶紧进去吧，嗯，抓紧吧。哎呀，来这儿。嗯。你待会儿把车停一下，进去坐会儿吧。你跟你姐夫好久都没见了。不，我一会儿啊还有事儿啊。哎，对了，姐，来，这个洋洋的这个头盔跟手套，你给他拿进去。
你以后别再给他买这些了，他都高三了，多耽误学习。啊，我以为你们挺支持洋洋玩这赛车的呢，而你姐夫今天还特意给我打电话呢，说想了解一下洋洋的兴趣跟爱好，我才给他买的呢。你姐夫给你打电话了？就今天下午啊，我跟车长的时候，弄得还挺严肃，吓我一跳。不是，这东西是怎么着？那我拿着吧。哎，嗯，我真不进去了，我走了啊。哦，慢点开啊。好嘞。回来了。啊。不是说我去接你吗？嗨，都送到小区门口了，也没两步路，就不用接了。今天他晕吗？今天没再晕了。这什么东西啊，这么大一箱子。这刘征送给洋洋的手套和头盔。嗯。你今天给刘征打电话了？你说你啊，知道家里没人还点那么多外卖，让就送外卖的晾在外边那么长时间，多不好。嗨，我也是给忙忘了，我点完了才想起来，洋洋今天说了要晚回来一会儿的。这小子干嘛去了？你先别急啊，他们今天分班考呢，老师在群里都通知了，晚上要加一个晚自习，答答疑，明天还有一天呢。分班？分什么班？我问了，说是要分一个基础班，一个冲刺班，还有七个平行班。不就是快慢班吗？哎，杨洋现在这个成绩，不会考到慢班去吧？慢班师资力量不行。啊，那倒没有。他们这个基础班是保本科的，配的老师也都是比较资深的。而且呢，就算是进去了，那下次成绩上来了，还是可以回到平行班的，是波动的。哦，是这样。那么多。洋洋回来啦。嗯，快过来吃口东西吧。不吃了吗？我在学校凑合了一口，你们吃吧。哎，洋洋，给我五分钟，咱俩聊聊。你还是别说了，今儿可没气球给你捏。咱俩今天不吵架好不好？爸爸想跟你说，这次分班考试你一定要重视，你要是考好了，你舅舅给你的头盔手套，爸爸都给你。感情您这是带着筹码跟我谈判呢？没事儿，我不要也行。要不要这次考试都得考好，我季胜利的儿子绝不允许进慢班。季胜利是挺了不起的，季胜利的儿子没什么了不起的，我也不是您的私有财产。您别幽默了。哎呦，来来进来。阿姨好。叔叔阿姨好。哎，英子。哎，来进来进来。哎，宋倩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蕾儿，这是宋倩阿姨。阿姨好。哎，哦，这就是蕾儿啊。啊。哎，别说，跟你家人还挺像的，是吧？嗯，长得像吗？嗯，跟凡凡也有点像。哎呦，这学习可是天壤之别，人家是数学天才，您都不一定能难倒他。那不是废话吗？妈是教物理，人家数学天才，这科都不一样。来来，进来进来进来，进来进来啊，都进来。哎，吃饭了吗？都。阿姨，你就吃了两分钟的饭。你还吃两分钟的饭呢？我跟你爸一分钟都没吃呢。行了，赶紧先弄完这个再吃。饿不饿呀？没事，我妈煲了汤，您要是饿的话可以喝点。不不喝了，这大热天喝不下去。哎呦，哎，这双闺女真好，英子啊。哎，那你俩先坐着，我给他们拿卷子啊。嗯。哎，蕾儿，你要不然坐这边来吧？啊，因为要咱们先做个小测验。不，阿姨就让她坐着呗。坐这儿来，比较宽松。对对对，蕾儿你就坐过来。宋老师，我把你这个。重新弄了以后，这视野变开阔多了啊！是吧？灯光是这效果，就这套视野最好，所以呢，我就留着了。这样啊，我呢今天准备了三套卷子，其实题量不大，但是要先做一测试，看看你们做题的速度。所以咱们一套套来啊，一会儿做完一套以后，来找我换下一套，哈。
啊，谢谢。兰兰，你好好写啊，认真考啊。知道了。好，先把名字写上啊，然后咱记个时，开始。麻烦你好好写啊，自己做自己的啊。你把那个沙发拉过来哈，咱们看看他们的成绩动态图。哎呀，弄一下啊。来，上去了。哎，这不是你方一凡，方一凡，连磊儿在这儿。哟，磊儿这都上来了，都在这儿呢。那我们先看一下磊儿的吧。嗯。哎呀，太漂亮了！哎，他学习太好了，分儿真高啊。是啊，这分儿高啊并不难，关键在于你看他发挥多稳定啊，说明他心理素质特别好啊。这从高二开始算的。对啊，你看高二啊，第一学期期中考试就有，哎，每次考试你看，这小考试都有，看见没有？还是看一下方一凡的吧，我们先看他最拿手的物理吧。哎呀，这怎么滑得这么厉害啊？完全是滑楼梯啊。啊，是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你看他这高二第一学期排名还可以啊，怎么一下出溜到那么低呀？一次考试89，你再看期末，别太着急啊，79。说什么？那么短时间，不会吧？写完了，这才十来分钟。啊，写完了？嗯。啊，那太棒了！行行行，我给你拿下一套去啊。老子真写完了。啊，你坐吧。怎么了？有问题吗？你看方一凡在那儿心不在焉。快坐啊，抓紧时间。说方一凡要有他一半就好。你们家磊儿真是学霸呀！哎，我说方一凡要有他一半就好了。哎呀，有一个学习省心的也不错呀，对不对？哎，你别着急啊，咱们一科一科给他分析。嗯。期中考试89，到期末考试79了，一下差出10分去，你知道什么概念啊？一分一操场的人，10分十操场，那就相当于将近一个区的学生了。那照这么10分10分的丢，那还能有学上啊？不是，那你看他现在这个成绩，那要是这次分班的话，是不是铁定就分到那个基础班了？那要分到基础班，不等于判死刑了？哎呀，那也不能这么说。我觉得分到基础班也许是好事儿。好什么呀？这基础班查缺补漏啊，先得知道高中到底学了什么，学扎实了，他要提升得快。反正这次分班是流动性的，他可以换班呀。哎，这次基础班的老师怎么样啊？哎，都是我认识的老教师，都不错。你给我打个招呼吧。没问题，都应该说得上话。哎呀，那我们不看他的，我们再看一下他的别的科啊。哎，宋倩。你说磊儿那分那么高，是不是他福建那考的比较容易啊？北京的啊，一般是最容易的，这是常识。妈，我写完了。哟，这英子也够快的哈。哎，正常吧。其实你还可以再快点啊。来，给你拿卷子去。来，你先坐下。方圆，你看看你儿子，一直在啃指甲，人家20分钟做了套卷子，他20分钟给自己做了个美甲。一个德行。都11:40了。
要不今天先这样吧，好，明天他们到考场上再犯困就不好了，好吧？好，好，好。嗯，孩子们，走，来，今天就到这儿吧。啊，行，把那个卷子放在桌子上就可以了。哎，谢谢了啊，倩，谢谢啊，这个耽误这么久，太牛了啊！牛什么呀？我不就看这个了吗？还有什么本事啊？哎呀，咱就得互帮互助。是，嗯。好了，磊儿，不写了，磊儿，不写了啊，不写了，走了。方一帆，不要睡了。来，走了，赶紧的收一下，睡了啊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从来不会追梦落空，命运只管找回我，越挫越勇，哪怕要从高处俯冲，坠落摇晃唤醒我的阵容，乘风踏浪，哪怕昨日孤独迷茫，执着前方，像野马般拖着，直击梦中的长空。如一望无涯，你的笑却灿烂如霞，年少时的话全都实现了吗？时间